锻炼或者考验啊。他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做做他的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做做配合。就这看起来第一点还是被梁队顶出来，出脚的速率是快的。中间有阿萨尼这个点的话确实很困难，覆盖的范围又大，移动能力又强，毕竟是效力数载德甲赛场的中卫。詹姆斯做一个踢墙的配合，球到了禁区里面，怎么传球？这球倒三角回来再射门。来之后啊，真活跃，越位位置回接应该是，三飞上来之后啊是真活跃。这古斯米奇这样就暴露出这个速度够慢了。转身有一个世纪之久。这个上一飞就这么突进去了。就是强吃啊。嗯。两队打反击的话还是比较占便宜的，无论是桑一飞还是詹姆斯都有很强的奔袭能力，而且现在找到你的弱点了。你打阵地攻的话，古兹米奇这样的大中卫就是反而在防守的时候，由于防守的纵深非常的长距离，所以说他现在防起来非常吃力，很吃力啊！哪怕一个国产的边锋都可以用速度来吃他。对，又来了，还是沿着边路，这次传中感觉体能上有点小问题啊，这刚才冲了一波。这下半场开场这一阶段的话，我看这个辽宁队一直在打这个延边队的防守的右路。嗯，为了阿萨尼的犯规，看看示意这球呢，听哨来发。这个位置距离球门的距离稍远，接近三十米的距离了。这球要形成直接攻门，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比较困难。助跑，直接打门了，这球进了！天哪，嚯！比赛在第49分钟的时候，这是一记世界波。世界波之所以称之为世界波，就是因为。就是大家认为这个球直接射门难度很大，距离确实也够远的，还能把球打进去。伊比加兰这个射门应该说太漂亮了，球速极快，旋转极快。一个是这个球罚的质量确实不错，当然我觉得这石啸天这个准备方面还是略显不足啊。这个可能跟咱们的意料是一样的，距离这么远啊。对，这球这个角度啊，不足以看出这个球的旋转啊。其实这个球应该转得非常大，哎，这个角度来看，这球他就站在那个。而且球石耀天啊，准备不预判出问题了。哎，这球啊，其实可以不吹越位的。说实话啊，吹着詹姆斯越位。哎，裁判，这是给了杨宇抱怨的杨宇一张黄牌吗？看啊，这球首先有点有个。手球哦，吹应该是吹了延边的犯规的手球，手球。然后呢，杨宇抱怨说你这个球有力无力，我单刀了，你吹什么？对，这个球他其实可以直接面对守门员了。然后裁判据此因为杨宇不尊重裁判员，吃到了张黄哦，分一大圈啊，不是啊，是给了姜伟鹏啊故意手球的队员一张黄牌。但刚才看那个杨宇那个抱怨的脸，镜头语言交代的是杨宇因为抱怨，可能会吃到一张黄牌。
好，那么两队也有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个位置要比刚才伊比加兰的位置好太多了，而且我们知道阿萨尼的定位球脚法非常出色，阿萨尼在上个赛季是打进了三个进球，单单利用定位球直接射门，是整个中超定位球命中数最高的球员，看看中超最好的任意球专家，还属于很稳定啊。助跑一脚大门球进了，果然哦，比赛三分钟之内进球梅花建筑，阿萨尼用任意球瞬间啊完成了向对手的回应，这球罚的也是质量相当高啊。所以阿萨尼这个球完全是瞄着打的啊，瞄着打的，就是包括这个出球的部位发力一气呵成啊，而且感觉阿萨尼脚背上的这个拿捏的部位非常精准，就是基本上就是跟自己设想的是一样的线，对，他就是就打守门员，你站在那一边，而且应该说这球两个门将啊石文一和石耀天都通过这个定位球的防守，这个任意球的防守暴露了自己的一些短板，石耀天是这种准备移动可能差一点，池文一可能就是身材，对啊，刚才手已经摸到这个球，手已经摸到了。其实、嗯，其实这个球打的角度也并不是很标准。这个球如果说换成石耀天，可能这球还能拖出去，还能拖出去是吧？手长一点啊，身材高一些。行，下半场比赛热闹三分钟之后归于平静，跟上半场比赛的差距是一样的。但是错过了过去的三分钟，稍微有点遗憾。对，这都没想到。这下五味杂陈的应该是杨宇同志了。刚才的报应裁判，我这单刀球是不是？这么想想，你要裁判不吹的话，你要进也不一定进啊。颜面负德赛季。伊比加兰打进了第七个进球，辽宁队丢了第十九个球，但是现在领先的依然辽宁队。桑一飞利用速度切进来了，怎么传？好球！哎呦，传的想法够了，但是最后这下脚法欠了一点火候。看到了，看到了詹姆斯，看到了詹姆斯的，也想顺势把球撩过去，也想把这个球给他斜传进去。就这种精细的脚法的拿捏，就是看出档次来了。那确实也是，可能也在后卫的干扰之下的话，影响了他最终的这种传球的分量。这种球，你说像当年的孔卡啊，后来的伊沃，对，甚至包括以前江苏的萨米尔，就这种球，他们会拿捏得很出色，很非常会传的很细腻，空间这种角度，这传的都很细。就是当咱们的球员有一天真的达到了这个水平的时候，那咱们这也是，中国足球真正腾飞的日子。真正确实是这水平就啊那就，进攻端有这么细腻的球员。提醒各位观看精彩赛事，也要关注天然无骨浆，喝出美丽来，九阳豆浆机，要您继续观赏精彩赛事。辽宁队收的非常靠后，再次领先以后又一次把三星回收。阿萨尼亚说起来其实刚才应该是完成了一个自我救赎，哎，这又是个机会，哦，打在立柱上，哎呦，辽宁队这个防啊全是站在原地的，这种像个木桩子一样的，对，收成这样的话还给对手这种机会，有点互相之间没有呼应，没有一个协防的保护，容易感觉比较难以理解，是吧？刚才对方就一点前，对，竞争大，就一个反切，这个球往里一传就进去了。这种回缩半场的防守有点形同虚设。
地区，第一点呢还是阿萨尼把球顶出来反击，带球有点多，带了一点多了，过了一个人以后就要考虑把球分出来，就这个时候啊，你往往形成过人之后，所有的防守重心都会向你这边移，这个时候要及时出球，队友的空间就大，对，而且两侧两个边已经上来了，这种时候能把球分出去的话绝对是致命的。转身想抹进去，但是这球呢阿萨尼站得很牢，又是一个下地的铲球，这两队呢有队员是受伤倒地，这段时间延边攻得很急啊，嗯，这个辽宁还是防守有点吃紧，刚才是杨宇受伤倒地，膝盖撞了膝盖，顶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应该也是属于硬伤，对，应该问题不大，鉴于杨旭刚刚十字韧带撕裂，所以说可能对辽足队员来说还是挺紧张的，这种关节的伤病，对，前车之鉴，膝关节对于足球运动来说啊，甚至说篮球运动员这种搞对抗的来说还是不能伤，对，这是刚才阿萨尼的任意球，自我救赎啊，给人家一个任意球，伊比加兰打进去，只能自己通过进球来弥补，这个也真是有点巧合的感觉，两位任意球专家，他现在这段时间还是要适当的把这个防线辽宁队往外稍微扩一点，我觉得推得太厚了，他现在前场没人拿球了，他物价他也推往回推回去，对，这就是小快灵啊，辽宁队这边准备大反击啊，有空间，看这球怎么处理，斜插没传，两人传跑上有点误会，角球，提醒各位，孙立构年终大促来了，价格更超值，扫码再享199元的红包大礼，今天啊替补上来之后啊，桑一飞的作用非常明显，还是很紧，两个边路的这种穿插，并且他的持球功能力，有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爆点的效果，状态很好，体现出来，包括每一次反击的时候都能前插到位，角球开起来，外围弯弓搭箭打上一脚，还是没有吃成部位，这球很难度太大，站在原地发力，这个球这么远的距离想打进去也是够困难，如果是这个球出来以后能迎着球上去撩一脚的话可能性还大一点，嗯，就是可以用重心把球压住，原地这种摆腿非常困难，齐达内当年进的一记天外飞仙，就这种球非常难复制，两队在有意识的控制一下场上的节奏，这球传的目的性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前场反抢下来之后，詹姆斯撩上一脚，詹姆斯这个体能下降以后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他辽宁队整体的进攻的质量，没错，他在这里面起的作用非常大，詹姆斯毕竟是个人啊，哪怕是机器，这发动机也有年久之后开始性能下降。这一电不错，效果很好。这张也是个老将了。对，顺势，詹姆斯第一下没给，选择转移球，视野还是很开阔的。很开阔的，又是桑一飞。
哪些？直接再传球，胸部停球。这一突没有太想明白。停下来不错，就是到了第二步就是不知道该自己该干嘛了，就带入禁区一抬眼全是人，全是人，这个时候选择就困难了。这个确实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啊，他这球拿不下来，球落不到自己脚下，没法把球呢控制住。确实，你只要是现在你把球一打起来，或者你走脚下还好一点，你一走高空的话，基本上你要不占优势，就刚才金娜这下呢，已经是第二次出球了。这第一次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能力非常强、身体状态非常好的外援的话，他完全可以把空间挤出来，然后呢把球停下来，然后再处理。对，这样的话可能球的质量就更高一些，运转也会更流畅一些。停下来，禁区内有第二点的机会。选择了回传，詹姆斯确实感觉有点累了，下半场他的移动性啊比上半场要差了不少，差了不少，而且在前场反击中现在上来的人也好像没有上半场那么积极，没上半场那么疯狂。对，上半场感觉詹姆斯像这个发了疯一样啊，对，这个前后全部大范围冲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对，这是一种责任心，包括这也是一种态度啊，以身作则。这样的队长呢确实非常难得，很好的诠释了队长的含义。哦，这球传得很巧妙，再传球还真有机会，最后这脚值得商榷啊，这脚顺的，其实你是把更大的射门角度通过自己这脚一传变得更小了。其实这个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那个倒三角传给伊比加兰，相对能好一点。伊比加兰顺这脚，这脚是没挺好啊，还是要顺过去？传的有点不负责任，好不容易打到那么这种危险的区域对方。詹姆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了，看看怎么回事。感觉这段时间詹姆斯的身体状态有点问题。追求恢复比赛，内切直接选择了打门，这一次石孝天倒是准备的比较充分了。这个传跑还是我觉得跑得挺好，也跟几个小哥就节奏速率都非常快，对，就看沿边踢球挺赏心悦目的，基本功传控各方面都你看都非常有技术功底。而且非常敢做动作啊，敢过敢传，拿球敢于拿球不慌。而且出球的线路都很准啊，
德罗再传一次，阿萨你的解围。这种小个子的反复快速穿插，对这种大个的后卫防起来其实挺别扭啊，球速太快。球速快，他就是其实小个打大个，就主要是传到身后。嗯。传到禁区里面，投掷攻门。这种移动攻啊，确实还是难度还是挺大的。对，但是他要是顶中部位的话，我觉得顶个守门员的反向，刚才的角度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进。哎，来看这次，这段时间辽宁的防守有点乱啊，有点被动。嗯，还有机会，禁区内传到禁区线外，这球怎么处理？再顺一下，但是詹姆斯到了。有点慌了，这个、啊、全推到里面，互相之间的话，这种防守的目的都不明确。詹姆斯这个应该是冲队友在呼喊啊，嗯，处理要更果断一些，果断一些，进入状态不对。注意力集中一点，这杨宇我看了这个体能也下降了，嗯，可以踢到边线解围的他给踢了个角球出来，就身体的控制力在下降，这说明的就是体能出问题了，体能还是有点下降。小球开起来，直接一脚撩射，这球打高了，七十分钟了，场上比分2-1，主场作战的辽宁陕开心暂时领先着延边富德。两次球都是压线，没有整体出界。确实，这个边裁就在旁边，应该是看的还是挺准的。对，足球的要求就是球一定要整体全部过界。再传后卫的身后，五角的前插，看有没有包抄点。小球开起来，突出攻门，球进了，3-1，定位球的破门。这场比赛辽宁队在攻击端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乌甲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赛季第4球，场上比分改写成3-1。这个射球再次暴露了池文一身材的问题啊！这个球我觉得顶的确实不是角度很刁，而且球速也不是很快。嗯。我感觉是有个折射吧，顶在球头上，顶了个反向啊，嗯，就是相当于吊门啊，吊进去了。球速其实并不快，这又是来自于桑一飞的助攻啊，落点不错啊，在点位上是两个人做了一个叠罗汉，相当于阿萨尼的争抢是做了一个掩护，或者说做了一个炮架子。乌甲呢是最后啊，一炮中地啊，
而且起跳两个人争那个点，感觉沿边都没有人上去干扰一下。这个跟第一个失球几乎如出一辙呀，是吧？这个第一个失球也是在乌贾跟詹姆斯双轨拍门的一瞬间，所有后卫都是愣在当场，都发愣在那边，没有一个主动性。桑一飞今天的表现太活跃了，桑一飞。这个球的话，这个池中国这个犯规显得有点着急啊。嗯，就是心态确实有点急。场上现在这个比分的话，难免会影响到这个心态。延边球迷，多少会显得有点落寞了。因为目前的球队是排在了联赛的最后一位啊，这个赛季保级形势确实是非常的危险。现在对延边队来讲，我觉得每一场都是生死战。再次提醒各位球迷朋友，苏宁空调知您冷暖，27年品质服务，专业更放心，来苏宁抢空调。上个赛季两个球队的交锋呢，两队上赛季主场是3-0大胜延边富德，那么回到客场，两队是1-4惨败给延边富德。两支球队在各自的主场都算是屠杀对手，主场表现都很强势，很强势。这场比赛来看呢，也是跟上个赛季有如出一辙的韵味在。直接外围大远射，今天石耀天感觉多少这种专注度啊有点下降。而且是感觉就是对球的感觉好像有点不好。对，这几下不利索啊，对，不利索。射门的这种球路的判断啊，杨宇这是不是不能坚持了？感觉还是有点疲劳了。嗯，跟之前那次膝盖冲撞有没有关系呢？还是要担架？换人了，确实啊，杨宇是不能坚持了，换上27号李佳赫。他这个看上去啊，应该伤的不重，应该类似于有点肌肉的劳损呐，或者轻微拉伤。可能之前也有点老伤。嗯，
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我觉得颜面队是不是可以再把这个节奏再加快一点，嗯，争取在短时间之内的话能够扳一个回来。确实很拼啊。李佳鹤，上赛季还是效力于伊藤。两个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稳定，所以两队呢还是力图啊将场上的局面啊变得稳定，稳定啊，把节奏节奏变慢，把节奏放缓一下。嗯，又是犯规。萨尼今天的这个防守啊，感觉有点攻击性过强，对，是吧？阿萨尼这个好像在他身上就犯了四五次啊，这个完全没必要啊，远离自己的禁区，对，而且对手是背身拿球。你就逼着不让他转身，让他把球交出去完了，掉头再回去，这样造成定位球的话，你这个马纳前场人都上去了。嗯，传进去偷球，越位了啊！但是其实进攻配合打成了，传跑是找到空当了，也打成了。他就是找古兹米奇嘛，对，通过古兹米奇的摆渡，古兹米奇提前移动了一下。这场比赛感觉是有点迷糊啊，因为拖延时间又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真是一点必要都没有，是张黄牌。好的，八十分钟了，石耀天吃了黄牌之后，直接把球开出了边线。还确实还有点迷糊啊！今天啊，石耀天确实状态有点低迷啊。詹姆斯还是积极啊，积极的回做。哎，这小范围要尝试大胆转身了，这是也是中国球员的局限性啊。处理球的时候还是有些还是提前观察不够，做出这种合理性的这种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去处理球，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大部分这种这个中超的队员的话，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的。其实颜面队员在这方面其实做的不错。哎呦，这一下是踩到了詹姆斯。的时候踩到了詹姆斯的手臂，这也确实也不是故意的，无意。詹姆斯踢了我一脚，踩了我一下，连削带打呀。詹姆斯给我一脚呀，正好也累了，正好躺一会儿。他确实是踩到了。转移还是很精准啊，很清楚。这次韩国会想强行的突破没有成功。哎呦，这个传球啊，就这个传球是大忌啊，这个从边路向中路来传，对，你后场绝对禁止像传这种球，而且他传的这个位置上他全都是两队的队员了，不行，这种球的话就应该一个大脚往前开了，这个太被传控了，传控了后场最起码的，你就是安全的这种原则要掌握。
再看这次角球，李佳兰这个球传的还是非常有想象力啊。嗯，李佳兰的这种中场的梳理，包括最后这一传这一下，在亚洲球员里面，尤其在韩国球员里面，年轻一代算是非常出色的啊，也不算年轻一代了，已经26岁了，但是中生代还算很出色，出类拔萃。好球，这球传的人球的感觉非常好、啊、但是最后这一传这包抄没有层次 啊对，把人包成一条直线了啊，也累了，看得出来也面对而有点累。好球啊，这里面很轻巧，再处理刚才边路那个也面对一个传跑的时机要身后，确实传得很棒，但中路确实包抄点的选择不够。哎呦，这个最后时刻延边的后防队员几下出球思路已经不清楚了，有点发晕了啊，有点乱。这边有机会，落点非常精准，长传金腾大的体能啊也出问题了。你看最后一下过完人之后呢，他的身体已经跟不上，腿有点打软了都、啊，对，换一下王浩，王浩跑了将近10000米。今天王浩在中场的这种防守的硬度做的还是不错的。小将回一下，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队员。关键上了之后呢，主要是加强反击的速度，持球攻的能力。詹姆斯体能下降之后呢，需要有更多的点。边路选择了这次是低平的传中，还是没有威胁。五甲前面这个支点的作用确实很明显，有硬度，有硬度，身体确实也不错，扛得住啊。嗯，漂亮下能看出来，这场上现在的这种局面的话，确实也略显无奈。嗯，很无奈。
看能不能传过来，这也是体能出问题了，就是看到人了，但是嗅觉力不足。嚯，踉踉跄跄，真厉害，球还没丢。詹姆斯真是拼到了油尽灯枯啊，89分钟，最后的确实拼到强弩之末了，就是把所有的体能都已经拼出去了。就刚才明显的看到远端的乌甲的人了，抬头已经看到了，但是确实传不到，就传不到。然后呢，踉踉跄跄的靠经验靠节奏，球始终没丢。他是踢右脚的，嗯，你让他左脚要传得这么精准的话，还确实挺困难。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3分钟的补时。这场比赛基本上也免得不会有什么好的机会了。裁判给了门球，7号韩光辉已经尽力了这场比赛。这个左路的话，其实今天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最后时刻，因为福德这也是想攻不上了，确实也攻不上了，确实，但他这个进攻的这种战术手段多样性比较单一啊，对，太单一了、詹姆斯还在用最后的体能来协助防守，今天毫无疑问詹姆斯肯定是跑动最多的之一。外围打上一脚远射，今天啊，确实啊，这状态我们已经说过几次了，稍嫌有点注意力不够专注，主要还是这种注意力不够专注的情况下，就是包括对球的反应，也偏慢，这几下呢处理球不利索。好在今天确实因为福德给他的考验没那么多。好的，主裁判吹响的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这场比赛是辽宁沈阳开心在主场凭借着乌甲的梅开二度和阿萨尼的定位球破门，最终是3-1在主场是击败了延边富德，这也算是一场东北虎之争了啊！虽然说，盛世不在，两虎相争嘛，对，然而依然。